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有头有尾，观看入位。职棒例行赛季有头有尾，执教人大赞好位。纽约扬基对于十月二日午后，在四万一千六百四十八名主场球迷捧场下，由二十八岁的左投手蒙哥马利 （Jordan Montgomery） 先登板二点二局，以七十一球数面对打者十七次，六次遭到对手击出的，有三支全垒打。 责任失掉七分。做客的坦帕湾光芒队全场击出十九支安打，中场以十二比二立刻扬击队，使得其战绩为九十一胜七十败，并且错失赢得外卡先机。下午三时七分起，多伦多蓝鸟队在罗杰斯中心 r o g e r Center） 迎战战绩已经一百零八败的巴尔迪摩金鹰队，共吸引二万九千九百一十六名观众在场。蓝鸟队在第一局下就击出二支全垒打得到三分。 包括第三棒一雷手小葛雷诺 Vladimir g r Jr. 本季的第四十七支全垒打。蓝鸟队在前三局就得到七分，全场共击出十四次安打，有五支全垒打。中场以十比一大捷，战绩为九十胜七十一败。下午四时过后，四万一千四百六十五名球迷到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民球场 Nationals Park 观赏已经有九十五场败绩的国民队迎战波士顿红袜队。 红袜队在第四局上，才由第四棒多明尼加籍三垒手德佛斯 Rafael c a l c a n o Devers 轰出红不让先吃的点，但是全队在第九局上攻下四分，并且有也是来自多明尼加钱安娜罕天使队中接右投手，现年三十一岁的罗布列斯 h a n z e l Robles 以十八球数面对四名打者，拿到本季第十四次救援成功。红袜队的战绩也是九十一胜七0败。当天晚间六时十一分起。 西雅图水手队在主场出赛安娜喊天使队，天使队日本籍球星大谷翔平 s h a h a f a n i 仍然担任第二棒指定打击，不过他在四万四千四百一十四名观众目击下，并没有全垒打作为。双方全场各自出八支安打，但是水手队第三棒右外野手汉尼格 m i c h a n e r 扮演英雄，五次打击有四次安打得到一分和五个打点，中场协助球队以六比四胜出，累积战绩为九十胜七十一败。 并且避免失去继续争取季后赛的机会。截止十月三日美东日光节约时间正午，美国职棒大联盟 （MLB） 共有八支球队已经晋级季后赛，分别是芝加哥白袜队、休斯顿太空人队、圣路易红雀队、旧金山巨人队、洛杉矶道奇队、坦帕湾光芒队、亚特兰大勇士队和密尔瓦基酿酒人队。洋基队、红袜队在争夺美国联会外卡过程中略占上风。 蓝鸟队和水手队逆流而上，洋基队和红袜队目前战绩难分难解，笃定或者四日在添加的例行赛季第一百六十三场赛事对垒，或者于五日在美国联会外卡比赛交手。蓝鸟队和水手队三日都必须本身战胜对手，或者因为洋基队或红袜队输给对手，才有机会加赛。h a b e a k e r 以上，水手队是于一九七七年成军，历年只有四次晋级季后赛。 最近的一次是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败于纽约洋基队。彭广洋二零二一年十月三日。